我覺得佢以前未發育不全呢個樣，實在要檢討少少。我都成日嗌佢叫，嗌佢好似做咩手笠笠咗絲襪出街。Sammy 笑緊邊個？唔係佢老公阿元。Oops，sorry， 係安仔先啱啊。Sammy， 我最出名就係唔買唔講飛。唉，我够知啦，阿芝。星期日 Sammy 喺尖嘴开演唱会记招，同日下昼之嘛，尖嘴间通你门外就出现排队党。唉，今日就买唔到飞啦。其实而家啲买飞嗰个制度，前就冇限制嘅，而家就四张咯。咁我相信会有更多普通市民可以买到。有你呢句，的确系安心啲嘅。但你嚟紧会唔会加场噶？我暫時冇呢個諗法，咁因為我覺得保持個質量好重要啦。咁當然做到盡可以再做多啲，因為我哋攞嘅場數係多啲嘅。咦？咁即係有機啦。Sammy 仲話嚟緊要 keep fit， 唔會放過自己噶。嘉賓方面 ，Sammy 就話嚟緊會以奪命追魂 call， 邀請班 friend 幫手。嗱，講完公事，講私事，有冇留意過呢張相啫？我尋日點會冇留意啊？咁我都覺得許志安個樣子都要反省下啦。翻個其實每一種樣貌都有一種嘅特色嘅，我覺得。但係17年前個樣子你都仲係咯，於是會有情人眼裏出世事呢啲一個經驗。咁我覺得你話我幾偉大啊？攞曬絲襪咁都唔介意。唔好講啦，唔好講啦，我就快糖尿啦。